坐标已经被外界知晓，这不是诺兰山家族的飞船，我们必须对周边区域产生足够威慑。面对强者，提升个一两阶会有用吗？又有两艘飞船在接近地球。什么？白卡罗，迅速汇报情况。诺兰山来的这么快？这个能量护罩等级竟然这么高，不过是星球土著，未免太过嚣张。天哪，竟然有三尊艰辛主炮！